通常我们治疗完成之后，下次月经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开始准备怀孕。但是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，如果可以配合停经针的治疗，会让这个消融的效果更明显。所以停经针打下去大概是三个月的期间之后才会有月经。那我们医院有案例，就是做完还不到三个月后马上怀孕的。